各位真的很努力，无论我们的销售员工，或是我们的行政员工，我们所有的伙伴们，你里外外一直的努力。9月份开启的这个 LTO， 我们会有机会冲破5个亿。我们当初说要冲10亿，现在我们绝对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呢，我们绝对会大破10个亿。因为我们有一群不怕困难、充满热情的家人。 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接受挑战，超越目标，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让我们一起更积极、更快速的行动。Newsweek的家人们，大家一起 fighting！ 我知道呢，现在远离 LTO 的时间还有几个月，大家都非常努力去战斗。我相信目标是用来超越的，大家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我们有强力的团队与科技。 来做后盾，我们一直走在时代的尖端，更是领导世界的潮流。所以，面对所有的挑战，我相信所有伙伴都有信心能够超越。我们的使命是要提高人们生活品质，我们正迈向另外一个纪录，这就是为什么TR90 是如此重要。 也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个能改变别人生活品质的力量，大家一定要加油！虽然时间越来越接近，但从一开始就不曾有怀疑的心，我相信一定能成功，因为有你们一起并肩作战，我们一起加油！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所有事业经营伙伴以及我们行政员工的一个热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使命，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成为驱动如新集团所有的区域一起成长。 我们准备好了。We are ready. 我们准备好了。再一次辛苦大家了，大家真的好棒，冲纪录就是你们、我们、咱们的名字，我们绝对相信，以后我们还是会每年都会冲纪录。 每年都会破纪录，每年都会冲出一个新的一个数据，新的一个纪录。我们很快，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会成为世界500强的公司。我们一起努力，加油！